购买的，有时候会不太灵光。明天下午我可能会跟方琦去干坏事。我还要去泼粪。泼粪？丢玻璃瓶而已啦。啊？丢玻璃瓶而已。丢玻璃瓶。没有钱买油漆，只好用水彩颜料调颜色。正在考虑。蛮接近的，68。你要直接他上了？啊？你要直接他上了？等一下，我是说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。哦，这个。但是比较细致一点。比较质地比较柔松软，那你礼拜四大概给小宝抄吗？你抄哦。内容是什么？很抄哦。先叙述一下，你看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比如说你现在看他跑步，对不对？他抄的内容基本上是会，如果把他的身体各部位分解的话，就是他抄的是你各部位的加强跟使用能力的。的方法，对吧？右手，我没有往左手，往左手啊！被你捅到我的手，我滑鼠按太久，左手不小心发炎，但我一直没看。哦，因为我是用我的两手，我今天都热热，他们直接发炎，但我是五十肩，我不知道。而且我已经那个应该要快到了，啊，那边半年三四个月的，淘宝是一个小时，有不止，我十点开始，后来我超十二点半，有时候超到一点。总共有个排练时间只有两点。对啊。那个80，大家先走点多。